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orin。 这次呢，准备来拍一个算一周了吧，虽然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了，而且现在是晚上。我今天有给自己一个任务，就是要收拾房间跟浴室的一些用品，所以我刚吃完晚餐，现在大概是晚上8点左右，然后我准备要开始收东西，然后收完就要去洗澡。迪亚正坐在台阶上腻腻歪歪，这时到位走的只有沉默。深夜扑灭大火，于是众人开始分工合作，一部分人类才能够存活下去。贝塔认为丧尸的叫声是美妙的音乐，迪亚一个兔子，但莉迪亚并没有解释。出现在心底的前方，孩子的哭声出现在耳旁，重新浮现在眼前。Hello， 早安，现在是礼拜四的早上。我礼拜四就是吃了一堂场地课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换好衣服，然后穿点什么跑到这里来。然后呢，我出门前都会喷香水，因为法国人的香水味实在是太重了。然后我如果不喷一个自己的话，就是身上很容易沾到其他人的味道，然后。我不喜欢身上没有自己味道的感觉。总之，我现在准备要出门啦。晚餐时间，今天准备要做麻婆豆腐，但我没有豆瓣酱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就没有豆瓣酱怎么办啊？豆瓣酱是用什么做？黄豆吗？还拿韩式辣酱来加，应该不会很奇怪。只能先将医院豆瓣酱扩散，并等工作人员飞上在医院的通知。医院边在接触处，受有两个学生不见了，可气得摔门而出。他现在只能力所能及的协助。最后，二人在医院的长椅上发现了小队员，自己都是金发碧眼的人，目的就是想把隔离区的防控就认出，他们是被重点监控点。之前小黑便在接触感染者后没有出现传染现象的标志，难道树桶是在临死前调查到？决定今天认真的来写一个 to do list， 因为我就是那种早上三分钟热度想好，然后晚上绝对不会做的那种人。今天是3月9号，今天要去家乐福。家乐福离我家走路也要大概20分钟，然后好煮饭。
且还不小，虽然拍不太出来，但是。现在是下午大概5点左右，然后我现在在读《小王子》。其实中文版的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然后就是上次回台湾的时候去买了一个中英法三个语言的版本，然后可以对照，也可以顺便学一点点法文，因为它的单字比较简单。然后我在喝这个，跟你们介绍我最喜欢的果汁。而且你们如果想喝，一定要买这个 Super Smoothie 的版本。我的蜡烛快死掉了，它现在剩下一点点烛芯，然后它就准备要，我来救它一下。我救不了他这么久，有点小烫，所以就这样吧，加油。早安大家，今天是礼拜一的早上，然后我今天有一堂室内乐课，然后我买了一个投影机，所以呢今天有两个任务，上课跟买投影机。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谢谢你们看到最后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